Spin the reasons you down, try to keep me down. I'll put the flame out, you can't get to me. Throw your sticks and your stones, go break all of my bones. You won't eat my soul, you can't get to me. And there is no barricade that I can tear away. Shoot me down the fire away, away. But I'm a heavyweight. 我早上嘴唇被蚊子咬，然后上唇整个肿起来，现在好像没那么明显。早上刚睡前的时候好像刚打玻尿酸。但是呢，你看你的，不用管我，没关系。你不可以录啊！我是侧拍啦，不行。现在吃完早餐要回房间了，今天换去另外一间饭店，就比较不是这种小木屋的形式，就真的比较是饭店的形式。回来了。跟各位姐说一下，现在就是莉莉安儿，她正在化妆。然后呢，我们在唱《可乐戒指》。好嘞。你要不要用看别的角度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吧。那个很欧是吗？Down, try to keep me down, but I'll put the flame out. You can't get to me. Throw your sticks and your stones, go break all of my bones. You won't ache my soul. You can't get to me. And there is no barricade that I can tear away. Shoot me down the fire away, away. But I'm a heavyweight.裙摆飘飘，天空之桥在那边，但雾很大，有点看不清楚。风好大、哦！莉莉安，你有看这吗？有。因为感觉这边人没有很多。现场的风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决定不现场收音的啊。我们珍妮小妹妹在买冰激凌啊，您看那个风是大到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啊，已经是放弃睁开眼睛了啊。这风景虽说是相当的优美，但规劝各位观众不要爱漂亮穿裙装上来，好一点的像我一般穿长裙被吹得乱七八糟便是。穿短裙的当日看到许多网美穿短裙还给我戴草帽，神经病，那裙子压都压不住，只能任由裙地风光展露无遗，裙子都掀到胸部了呢。没风了，我们进来一个保护区，头发已经变这样。我崩溃，我人生刚刚崩溃了两分钟。又大风又大，我们不想要马上走回去。现在桥子在飞，所以心里任性。小哥帮帮你拿脚架，对，摄影大姐，摄影大姐，旁边有观众，弟弟在看，旁边有观众。不要带相机，不要尝试在上面拍东西。真的很可怕，然后等一下回程我完全不想拍了。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冲动想要拿出来，但我刚刚我来程没有拍到半个东西。我来程就是一个在桥在晃。这个就是盖亚头，欧唱的盖亚头，有只蚂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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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跑进吐司里了？哪里哪里，看到吗？加了多一点点。没差，没差，因为我刚吃到我这里面的糖，所以很好。
been the reason to doubt. Try to keep me down, but I'll put the flame out. You can't get to me. Throw your sticks and your stones. Go break all of my bones. 你看外国人都有专业的地垫，地毯。你有专业的，你有专业的墨镜，你还说人家有专业的地毯？看不到，看不到。你看有棒棒就可以拿好远。对啊，你看这个超级近的。哎、欸，可是我们如果在同样距离，我的好像还是比你的广一点，对不对？啊、他还没卷裤子，他的裤子要湿了。珍珍不喜欢安安，安安不喜欢珍珍。不要激动，大家冷静一点。对。而且下巴是好。其实我们房间不是面海的，但是还是看得到海，另外一边的海更漂亮。你看天空红红的。对呀、啊。但是为什么你在我这边也暗？没有，我在你这边是亮的，你看，就对比之下。好了，我肚子好饿，我想要去找东西吃了。回音。我的心是个落叶的季节。反正想要唱合音吗？一按下就变成按。我们现在肚子饿，我们要去楼下看有东西可以吃。然后因为刚刚还很漂亮。刚刚那个语气，哪个语气？哦，肚子饿。哦，肚子饿。我想要逼，我想要逼姐姐。她私下就是会用这种撒娇的语气跟别人讲话，完全看不到脸。哦，肚子饿呢。而且他禁止我用撒娇回应回去，因为你本来音频就太高了，所以你再高就不合理。撒娇这件事情比较适合平常是中低频的人，对，要有反差。追求反差。然后他装可爱就会有点过 over 了，就 over 掉了，就是高频然后再高频。哎，有水，所以他是要我们拿矿泉水瓶自己装。有一个杯，人家嘟嘟车呢，嘟嘟车，嘟嘟嘟嘟。我要到时候看你有没有剪进去这一段。我不知道。我会确认哦。嘟嘟，为什么不给人家当嘟嘟车？人家嘟嘟穿帮了，找到镜子，一整只穿帮，光瞬间，光瞬间变了。我们看到的重点不一样啊。对，这么好看，这光真。为什么我比较在乎大自然，你比较在乎影片的光？还能感受到温柔。牵过我的手，郁可唯有暖心跟指望。不是，怎么在爱里为家幸福，少一点自由就蝙蝠。看不到个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到温柔。不要阻止我。你化妆跟没化妆根本没差，他冲超快，因为他今天要跟我拍我帮他化妆的影片，所以他现在没化妆。但他冲超快，我实在是不懂，因为他有化妆跟没化妆基本上就是没有差。佑真他懒得下水，他在后面，我是整个受不了了，因为泳池实在很美，我就决定下来玩一下。Push me down to the ground. What goes around? 这个是船夫，这个是珍妮，一直叫错人家的名。这个是我，要先去蝙蝠洞。蝙蝠洞，然后等一下还会去哪里？很多地方。是不是会看到老鹰？
就是一些自然景观，然后都是船会到的地方。This one 是一个 package， 350两个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艘船。350一艘船，所以你八个人也是这样分。对，所以人多一点比较好，不要像我们一样。而且我们今天穿情侣装，就是黑上衣，然后牛仔裤，衬托，好黑哦。我觉得里面可能什么都拍不到。把它 open， 对，你要 open 它。open 了，好。好。等一下还要再走回来，是不是？对，因为涨潮，另外一边走不了。好。别窗口，窗口买纸巾。啊！你要不要让我这个？等一下，好可爱哦！天哪，那个是你的灯吗？对，我有在动，配了一个。就是很多很多的蝙蝠在天花板上，超可爱。可是这个应该没有很亮，是他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可是我刚看上去，就中间那个点点还是很亮，我好喜欢那个红树林。Don't try to keep me down, but I'll put the flame out. You can't get to me. Throw your sticks and your stones. Go break all of my bones. You won't ache my soul. Hi. Hi. I used there where I did to put the sting. Okay. 那其他的鱼也很可爱。哇啊！你进来 ，no no.哇！哦 ！They're very friendly. You want to touch? No. 老鹰的岛之类的，老鹰之岛类似。老鹰历史中，终于不止我们包船了，隔壁又有人包船。隔壁船也是两个人，一个船350，所以人多比较划算。Put the flame out, you can't get to me. Say what you wanna say, go take it all away. But I'm here to stay, no, you can't get to me. And there is no barricade that I can tear away. Shoot me down, go fire away. 飞机底瑞就这样。隔壁的好心人士去问了，就是 AirAsia 的服务人员，他们说我们的飞机可能会延误3个多小时，从6点变到大概9点半，然后可是他们还不确定确切的时间，就是说某一架飞机有故障的现象，然后他们正在维修。明天要上课，明天要去行山。本来刚刚叫我们去那个门口排队，以为要起飞了，结果是赐予我们一人一个汉堡跟一罐水，继续班机延时。对，打发我们。本来说是 coupon， 结果变成因为班机延时，然后手机充电座呢大爆满。我们刚刚在机场直接在厕所卸妆了，因为不知道等到几点，说不定要在这里过夜，所以就先不要再讲过夜，我觉得有点大，你不要这样讲。好了。终于要开始登机了，终于。好了，我们好不容易上飞机了。然后我跟珍妮觉得亚航应该是派了另外一台飞机来紧急救援，为什么呢？因为它长得跟一般的亚航很不一样。它的后面呢是黑的，然后呢，来你往前。它的椅背也是，就是新的，以前没有看过。你看到我的背熊腰，就是感觉是跑车型的座椅。Free WiFi， 然后右边的我看不懂。没有，它是要叫你 Free WiFi， 就是它上这个网站，然后 Enjoy。哦，好。